伊朗队发球，这是一个平拉开吊球，吊太高了，防起来，好球斜线，然后是反击，还是法哈德。又送一个发球失误，准心发球，手三踩线，哦，踩线了，后排违例。今天伊朗队自失太多了，而主场作战还是有压力，有压力，再一个他一直让中国队压着他打，所以他这个很难翻身，心里老有紧张状态。哎，这个球出界了，白亚斯的发球还是独具他的特色，又来一个界外发球，连续失误，戴兴瑶好位，中国队有效撑起，看反击，又是打快，没办法，今天中国队的两个助攻啊，对，当抢攻使。而今天的远网快攻组织的特别多，一般都是到位打多一点，像今天那个远网快攻组织的很好，而且中国两个快攻基本打的都是回手线，我也发球发的不错，看篮网拦回了，这球还没有落地，落地，哎呀，这什么情况，七号没掉过去，这个球我们要吸取教训，球没落地，教帅已经冲到底线附近去庆祝了，他以为落地呢，对，还好对方失误了，中国队开局抓得不错，伊朗队今天两次开局都不好，那么暂停之后呢，这种发球的失误呢往往偏多一点，因为节奏破坏了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先过渡一下，采取八九成力量，哎呀，又来一个，这个也太吓人了，佟建华跳起来想接，一看高让掉了，还算机灵，
开局发球已经送了我三分了。嗯，中国队回送一个，我说又掉一个到位，因为这球很冲，不太好传，脚踝顺势一掉。结果我七号扎里尼，嗯，下得很快，在你手还收篮网还没形成动作的时候，罗果下去了。被拦，继续被拦。利用往上往后甩的是对的，但这个戴天耀这个点没抢出来，过网点偏低，还是打的就是中线。中国队现在总共得了八分了，对方的失误送了我们六分。嗯，原来对方这是一个太不正常的数据。对，伊朗队一般自失比较少一点，今天在主场作战的压力也大一点，大家又是半决赛。其实运动员打球像这种四分之一决赛，包括半决赛，压力有比决赛压力还要大。是，因为掉的名次太多了。伊朗观众高呼口号了，给场队员加油。张飞发球，发给前区，防守，哎，好球，哎，所有人同样把球起来了，也是个轻打，哦，这球也没赶上，没配合好。机会还在我们这边，崔建军回来，被拦，被拦，三人拦网。崔建军过去以往过去这种借手平打的是他的特长。今天还没有把这杀手锏用出来呢，过网点要偏低。两队追到差一分。后三踢四，季德帅把球扣中。季德帅的后三打得也非常的快。这基本上没有一个人没拉网的空网。对方也后三被拦回。又卧果，今天我们这种卧果球有点多。对，手背没有卡进网。戴秦瑶，卧果。那四号位的，好球。十号季德帅，季德帅今年24岁。山东选手1米94。
啊，单人拦网，没有了。哎，又是一个。两队第二局的发球啊，就没发在界限里面，失误偏多。本场有轻发。哎呀，这个反拦没拦回去。对方把这球防起来，我感觉这个球传的有些低，有点低，而倒地传球也不容易了。让中国队抓一个拦网，这球比较菜。帮组队战士攻了，哇！哇哟，这个球居然被救回来了，不错。我戴庆瑶的这个精神可嘉。嗯，哎呀，最后还是被对手啊快速反击打中了。但是这个球，中国队在防反当中，我们还是能看到啊，我们的这些队员们是非常想要争取胜利。其实，一个成熟队伍就是在防守和保护方面更加注意。很不错，好球！这中国队主要打第二点多，13-11，张哲佳，二次球，哎呦，到手了没起来。就该起，该起也一脸的懊恼，该起球，这重心有点往后了，手伸不过去。球发的不错，往前拍垫，扫位。两二后卫，后二，嗯，哦，这球保护球，一两队快速反击，后二，啊，接近，难接近，让双方打平，中断伊朗总能追回来，他们的伊朗队的开局最后打得不好。扎里尼七号的发球也是不错的，非常有力量，好球，好球，哎，这个远网短平快，耿鑫把球扣中，耿鑫今年是25岁，身高2.05米，也是慢慢成熟的一个队员，当打之年，来自山东选手，哦，这个上手接一传，好球，拦网线内，戴青瑶拦的，这球拦在界内，来在直正好拦在线上，单元好球，球，你看去补对手的斜线补得非常好，对，过了一个半人，这我他要不补的话，这球可能又窝果了，又一个，哦，连着两个，这是眼军拦的。
关键在拦那个石桥要把住直线，石桥就直线斜线很清楚。这球顾王林也确实是够低的。对，而且打得不直，打成二直线的。对，你看顾王林二直线不是直线，他要打直线的话还有希望过来。要进入到技术暂停，这两个拦网还是非常长士气的。对，这直上直下很难保护。中国这一个接应，两个复工，身高都在205，非常可观的，这世界级的身高水平。这种身高都是拦网都不用跳的，手一伸都不出网了。个高个矮，其实个高在进攻上并不占太大便宜，因为个要矮的可以用弹跳的弥补，但是在拦网上呢，绝对是占便宜的，判断时间长。进内，进内。就像您刚才说的，就是哪怕我起跳的晚，或者起跳的晚一点的位置，他判断时间长，因为他个高啊，手长啊。那小个不行，小个很早就得判断，很早就得起跳，因为他手要出网那很难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小个在垫防上就比大个占便宜了，他是天生的重心低，所以他一传也好垫，防守也好防，这叫大个就相对难为一点了。就开网，又被拦，被拦，加强保护啊，这是我们最大的毛病。而且球拦回来也不住，又是还差一分。嗯，前面的拦网挺积极，都很低，后面没有人，因为保护圈形成三层，最后要留一个人，对角要留一个人。你经常拦回来以后，拦得很远。又圆网快攻，哎呀，真漂亮！这耿鑫打了个斜线，今天的圆网快攻打得不错。前面一直埋伏着没什么用，都高位打，圆网快攻几乎没打，得给对方一种假象，因为各队都搞录像，都要搞这个数据分析，就是关键时候才用出来。那球发的不错，往后二进攻，哎，这又是一次漂亮拦网。嗯，今天这个十七号的扣球，这专往手上扣，对墙扣球。又是个中线，又是对，又扣上二直线，哎，跟二直线一样，同一个线路。哎，这个球出界了。每当伊朗队把比分迫近的时候，我们都能够通过拦网啊，或者是队员的这个防反，来把分数再次拉开。基本上跟第一局翻版，中国队开局领先，中间持平，到后面中国队又领先。让我们前排主攻，自己扣，好球！季道帅啊，今天起码在四号位帮助戴庆瑶两边二四号平衡起来了。嗯，戴庆瑶这几场比赛一直打得不错的，特别他的后三。打得非常快，界外，嗯，界外，耿鑫这个球发完之后，自己都能冲到四米线附近。对，他是往前冲跳，其实他应该再往高点跳。你看女排的球就很难垫，为什么？他往低啊。那个人击球点过网很容易，那男排的网高，所以就一般比女排球稍微难点，你容易点。所以说你在发球的时候一定要高跳，哪怕跳飘跳发都要争取高点。像他的球发的是往下走的，轻发，哎，好了，一对一，扎里尼也是自己垫自己扣。
加德尼在场上也是不断的招呼，所以场上队长起到了应有作用。今天伊朗发球失误太多，第二局光发球这个环节都送了我们超过五分了。发球很菜，这二号位拉开，张琪看反击破三。哦哟，对方也很顽强，这个球传的，对，他得从标志杆外过去再回去，他必须得从标志杆外面传回去，对，那有压力，他往场外传的，从那个人去往外追的时候，他出去太晚了，他应该意识到这球不能从标志杆那回来，应该早点往外跑，但传的有点太远了。他主要是前面，主要是前面还有一个裁判，他还必须得从标准杆外面。对，传那点太远了，他要躲开裁判。对，但之间过去就正好。这样，伊朗队又请求了暂停。中国队今天网上发挥的不错。什么进攻啊，快攻，包括的拦网啊，都发挥不错。禁区发的不错，四号位没了，二号位也失误了，又是第一局的翻版啊，23-18。14号，齐小帅发球，太菜了，这个球太菜了，就是放手让人打死的。对啊，都不跳发了，你领先这几分，你也不能这样。单枪这防守也站得太高了，重心太高，探头过去了，接住，漂亮，切个小斜线，小斜线打得非常斜。中国要拿到第二局的局点，张家球发的不错，很有速度，哎，拦网，对方后二进攻又是一次，保伊朗的保护，再到四号位单人拦网，哇，三个拦回过来了，哎呀，中国队碰网，伊朗队连续三个防反，第三个打中了。这球前排崔建军已经触网了。中国队又是四个局点，这球没有到位，副攻调给崔建军，保护，哎，保护不错，陈建华保护不错，戴清瑶，哦，好球，这个球直线打在死角上，这样25-20，中国队又拿下了第二局，目前大比分2-0领先。最终是欧亚和有好几个队参加吧，这种资格过线资格赛，然后最后是出了几个队啊？几个人可以打奥运会啊？一队有两个队能打奥运会啊？
我问的是参加奥运会资格，不是参加奥运会资格赛的资格。